Nic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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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ol. 完了，没有那个刀。没有什么刀。没事。好，他们第一场比赛开始了。好，是从我忘了切画面了。两个不是台北的玩家。对啊 ，Ivan 他还在花莲读书哦，他是我大学学弟。哦，是哦。对啊。他没接道具。好，冷静打。Oh my goodness！ 这个。给他的影响太大了，还一个跳，他已经晕了没有？哦，全部都打掉。那个一个克劳德龙卷风，中二龙卷风把他卷走了。画龙点睛，他讲不出来。那不是中二龙卷风吗？画龙点睛啊！好，我知道了。你才中二嘞！哇，这个好，彩头攻击，吃水果。打克劳德很重要，就是真的要走他边，走他场，跟他回来，真的很重要。哎，太棒了，被水推出去，这也不错。那个消防栓攻击啊！哎呦，他那个水把他喷走了，消防栓打不到，两边又变成了。不过艾文还是有个领先哦。哎呦，现在一个 comeback。要开始要追回来喽！他敢跳吗？哎、欸，冲还是冲个向上有三下哈，弹地板三下。没有弹簧，你还是会跳起来啊？哦，是哦。你有地上有弹簧？我刚没仔细看，我以为。哎呦，有一个晃晃会把向上打回去了。就是你应该弹簧在上面嘛？如果你那个向上在弹簧上面，那你可能踩到弹簧就直接跳上去。对，就走。原来如此，聪明。一个小陷阱。觉得以前比较厉害，这台就比较。哇哦，一个空下 A。以前弹簧可以把消防打比较高，这打了解了解。哦，去追啊，可惜没有追到飞机。对啊，要偷飞机哦。哎呦，把水果砍成了四，砍不掉、啊，砍不出，砍成了凶斩到底几画？砍成了凶的形状。五下没有啊，我好无缺。变成凶水果，还被接住、哦。哎呀，做得好，这个水果的复仇。哎呀。被拿来用，大破绽，哎呀，可惜没打到好。哦，苹果，踩到红色消防栓了，不是消防栓，弹簧，那到底叫什么？是弹簧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你不是小精灵专业吗？可是我不知道名字啊，名字我就好难记了。弹簧，哎呦，一个 combo， 我现在完全 even 哦，糟糕，可是现在 even 有一个 limit， 还有几秒呢？不知道，哎呦，要用到 limit， 还好还有 limit， 可是现在变得说，可是。整体来说，还 Cloud 好击杀一点。哎呀，他想要砍上往上，可是被他出现怪事。哦，他想要麻痹的哦。铃铛比较重要。哎呦，你怎么捡？快去捡啊！不去捡，没得捡不到，你捡不到了。那刚掉到那里就捡不了。这袋的水果，你全部丢到地上，你全部。哎呦！你再丢，你捡不回来。哦，这样子。对，全部都一样。是啊、哦，原来这个样子。所以他捡不回来，只是重点是他居然没有中，不知道被怎么相杀了，感觉会中吗？刚刚就没中啊，刚没中吗？我感觉没有中啊，我感觉就没中啊。铃铛有吧，有啦，感觉应该就中。哦，真的吗？我感觉就没中。因为他从他身旁边放的耶。是哦，结果他也没反应，就直接把他砍掉。All right, anyway， 还是其实那是他被砍掉，又不是他放的。我不知道，都已经过去了，过去的事我们不要再谈，我们谈一谈未来的事。或现在的事，比赛到后面因为会兴奋，就是比赛会，所以会变得有点疲累。麦克风拉低一点。在拍什么？没有，把椅角度一点，要看后面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第二场了。同样的场地，同样的场地。就
比较重。小精灵应该也是终点比较好用，是哦。对，你消防栓套路比较多，比较多方便套路。感觉平台就对 Cloud 很好啊。小精灵没有很好啊，消防栓会挡住哎、欸，被挡住。对啊，可是刚刚是小精灵选的场地啊。哦，是哦，是那个 Patrick 选的场地。我玩小精灵，我都选个终点，这样子就是留个保的，留个保底这样子。你想要 limit 了吗？哎、欸，没有。哎呀，没踢到。再继续。哎呀，哎呦，有 tag 到，可是还是被 combo。冲出去。哎，刚刚放得太晚了。可是 Ivan 也安全的回场了。消防栓。好像 limit break。两边都在集齐。你知道 limit break 吗？不知道。可是我觉得不应该。啊，看到了。其实打克的很麻烦，就是你在集克的也在集，对，所以有时候我就打克的，我干脆直接放弃了，我直接冲出去。我刚飞机为什么往那边飞？这小精灵很容易把对手推到场外。哦，这样子，因为他空前 A 改的关系。啊、哦，是啊、哦，对，有点急飞，可以一直踢到很外面。哎呦，又是一个超级龙卷风，中二龙卷风。你就不是画龙点睛。好了，画龙点睛。哎，没丢好，哎、欸，打好。我不太取名字哦。啊！哎呦，玩精准的站到消防栓上面。丢丢消防栓。把143喽。啊，被水喷走了。哎、想要把消防栓砍走，一直砍不到。对，因为这代消防栓血变多了。是啊，所以有时候我还不习惯。哎呦！世界上最强的水平。被砍错边。哎呦！其实有时候对手如果喜欢砍消防栓，你有时候反而可以去抓他的塑造印子。对啊，对对对啊，这真的要拿去用。那个日本的有个选手，那个叫什么？我突然忘了。他就是会，啊，对，是 T， 他会做很多的 trap 哦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小精灵回场100分，对，不用担心。虽然两边通常都是自己失误，对啦，不过两边的帅，哎呀，哎呦 ，nice up B cancel，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啦，因为回场不强的关系，好好守的话 ，Ivan 都已经跳出去 edge guard 了。哎呀，把消防栓踢回去了。对，小精灵太啊，糟糕！没事，小精灵很厉害的。没有，我是说克劳德，自己掉下去了。哎，没有 punish 到，因为他还是收招。打消防栓，不对，不是你打，我刚才叫小精灵打。啊，都不要偏袒某一方啊。没有，我告诉你。啊，有了吗？小没有，反正如果有人站在消防栓上面，你就把消防栓打出去，他会全部都中。这样他没办法防御，他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站了。你可以哦，我懂你意思，就把它打掉。我懂你意思。有人站上面的就直接没死，就直接。